你是仙女吧，伟宁？我真的很像你仆人呢，吼，哦，还跟我挑一样颜色的衣服，金价洗，还有很接地气的，哎，蓝伟华，好喜欢你的作品，还有好可爱的王静，好可爱，以及刚刚完成登记，从戏里闪到戏外的新婚夫妻刘冠廷、孙可芳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睡在一起了，睡着睡着也就有好事发生，我们可芳的肚子里头有个小太阳，恭喜！相信我，这绝对是你们人生的最大奖，恭喜恭喜！当然要特别介绍的呢，就是36年后再度入围的郭峰大哥，当年几度夕阳红，红遍大街小巷，郭峰大哥以脾气暴躁的明远爸爸呢，然后呢获奖，然后这次非常高兴以高律师再度入围，演戏真的是一辈子的热爱，以郭峰大哥为榜样，但是郭峰大哥今天在拍戏不客前来，也祝福他可以顺利拿奖。当然还有第一次入围的小白李成斌，你好你好，还有夏雨乔乔乔，夏雨乔的小操猜在手里头，对不对？好可爱，我懂这种如梦似幻的感觉，请好好享受这种第一次的梦幻心情。